楼市前景未明，新盘续落挞定个案，由香港兴业480发展的愉景湾议题，最新年六二火挞定个案，发展商没收逾166万元，成交纪录册显示，议题八座六楼 B 室，实用面积1379方尺，属三房套房连储物房间隔，在今年二月以2254.66万元售出。尺价16350元，买家采用90天即供，料损失楼价5%定金，即112.733万元。另一伙是六座八楼 F 室，实用面积350方尺的开放式单位，买家在2019年3月以541万元购入，尺价15457元，采用90天即供。料前后付10%定金，即54.1万元。发展商合共没收166.83万元定金。恒大、瑞丰联六挞定两日没收过100万定金。另外，恒大3333长沙环恒大、瑞丰，继日前一伙两房单位挞定损失近60万元后，最新再录另一宗二房挞定，买家损失51万元。成交纪录册显示，最新一宗挞定为西翼20楼 H 室，实用面积438方尺，二房间隔，买家在上月27日以1030.2万元购入，选用见期付款，尺价235321元。不过，交易在签订临约后再无进展，料遭没收楼价5%，即51.51万元。连同日前东翼一伙二房户挞定，恒大没收111.295万元定金。